高兴这次能够参与男生社《南凤轻声》专辑的录制。其实刚开始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以前都是录流行歌曲比较多，很少接触到这种传统音乐。那一开始真的其实还蛮伤脑筋的，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。所以我有来听他们的现场演奏，听好几次，然后去确定我要选择什么样的麦克风，然后要架设在什么样的位置，然后尽量把他们的原音呈现出来。我们录音主要就是把他们最好的声音录下来，然后这个后制还有录制的过程呢是相当漫长，因为他们的歌曲曲都很长度都很长，而且他们是出错就没有办法重新接的，就是一定要从头到尾结束，然后结束之后呢再不行就是再来，所以他们可能一个晚上一首曲子可能录不好，可能要好几个晚上才可以把一首曲子录好，那加上后制可能一遍又一遍的听，然后再去挑哪一遍是好，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的漫长，也希望说把最好的声音也把它保留下来，因为其实就像南广应该是我的故乡的音乐，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替这个传统的音乐尽一份心力。